毯非常的长，所以当他们经过你身边的时候，请不吝啬的给一点点掌声好吗？谢谢。紧接着我们来介绍伴郎伴娘进场。伴郎伴娘，哪一个？哪里呢？今天的伴郎伴娘都是我们的新郎新娘的最好的朋友哦，欢迎他们进场。有两对跟大家挥挥手，我们的新郎的爸爸妈妈许清福先生，还有林玉英女士，欢迎你们两位进场。许爸爸，许妈妈，欢迎你们进场。请给我们一点欢呼声好吗？哇，妈妈现在好漂亮啊！爸爸也很帅哦。走了一次红地毯哦，重回以前结婚的那个喜悦。张霞丽，非常幸福的时刻。然后呢，我们现在宣布民国一百
2004年12月5号，在此呢，我们的仁义由林心如正式的宣布走向你们的幸福红毯大道。我们欢迎，给点掌声，谢谢。跳舞的表演，请大家一起来欣赏。Thank you.
今天哇，虽然现在是冬天，可是跳了那个夏威夷的草裙舞，整个都热了起来。其实现在也不是冬天啦，刚刚中午外面还蛮热的。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这里，然后呢，现在大家开始用餐了，我们乐团表演时间正式开始。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New York New York。Stars spreading anew, I'm living today. I wanna be a part of it. New York, New York, these vagabond shoes, I'm longing to stray. I rule the very heart of it.New York, New York. I want to wake up in a city that doesn't sleep and find out king of the hill, top of the list in this little town blue. I'm melting awayMake a brand new start of it in your New York. If I can make it there, I'd make it anywhere. It's up to you, New York, New York.成长影片，我发现其实静茹是一个非常非常活泼的小女孩，而且我发现他们好像已经交往很多年了哦。好，恭喜你们今天做了那么重要的决定，所以我刚刚铺陈了那么多，就是要来介绍这首歌曲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要送给这对新人。家人也没照亮。
只有一堆毛病改不掉，熬起来气得线都掉脚。可是人生完美的事太少，我们不最重要的决定送给我们的新人，蓝色狂想餐厅里面哈，算是数一数二的歌手。左边这一位，谢谢，还真的，这是我们的季华郎季老师，高雄的蓝色狂想餐厅的季华郎季老师，把他记住哦。OK， 啊，季老师他也是在我们的中南部算是一个很有名的琴师啊。那我们 Debica 呢，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位歌手。那我是出来混的，这样没有啦，大家听。听起吟唱台语歌，其实会被他感动。请你现在来带来一首台语歌，好不好？是啊，带来一首台语歌，好。Thank you.
下一句怎么唱？有没有会？这一桌有反应，会不会唱？敢会晓？够人会晓？我见大家拢够食饭，等下咱再来。好。让我甲你美丽的一首歌曲，现在我们要进行总敬酒的仪式，所以我们是不是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双方主婚人还有我们的新人一起上台。我们首先欢迎双方主婚人上台，欢迎徐爸爸、徐妈妈、陈爸爸、陈妈妈。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把酒杯准备好。新娘子的手，欢迎徐爸爸、徐妈妈、陈爸爸、陈妈妈。好，我们在这边呢，要先代表双方家长还有我们的新人，跟大家谢谢你们在12月5号的中午呢，选择了今天这个那么重要的喜宴来参与我们今天那么开心的一个午宴哦。好。那等一下呢，当我说长长久久久的时候，请你们接永浴爱河。当我说长长久久的时候，请大家接永浴爱河。好，那么我们来把我们的酒杯一起斟满好吗？请斟满酒，红酒或者是果汁都可以哦。好，请大家高举祝福之杯，请高举祝福之杯。好，我们祝福我们的新人长长久久。我们干杯，喝下这甜甜蜜蜜的酒，也祝福我们的新人甜甜蜜蜜长长久久。好，我们请我们大家一起大手拉小手，一起牵着我们身旁最重要的人的手，好不好？我们深深的一鞠躬，感谢大家今天的莅临，非常谢谢你们。好，我们先请我们的双方主婚人回座，谢谢。如果大家觉得我们新郎今天很帅，新娘今天很美的话，请来点掌声跟尖叫声吧。好，我们先请我们的新人回座休息，等一下我们的静茹要去换第二套礼服，待会会再上台跟大家玩一些小游戏哦。
吃饭之余还愿意给我掌声哦，真的非常开心耶。其实大家今天呢，前一个阶段我们会唱一些比较抒情的歌曲跟大家分享，然后尽量不要打扰到大家用餐，然后让大家可以舒舒服服的用餐。所以接下来我来唱一首卡本特的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呢讲出来大家都会唱的 Close to you。
So let's spend the moon that's in your head, a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sit d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一首好听的日文歌，这是哪一个歌手的歌啊？邓丽君吗？这首是小林幸子，小林幸子的歌，它是比较严歌的歌啦，对，不过也是蛮有味道的。好，祝你顺风，祝你顺风。那日文的话就是不他利的奥萨克哦，不他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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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萨克哦。好难念哦。好。OK， 刚刚那一首 Close to You， 我觉得我们的贝卡唱得好好听，对不对？贝卡呢，在诠释英文歌、还有国语歌跟台语歌，都是相当的到位哦。如果各位哈，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蓝色狂想餐厅，我帮打一下广告一下，到我们的蓝色狂想餐厅，在礼拜一的时段的晚上。可以聆听到我们的贝卡，我们的主唱，以及我们纪华郎纪老师都在我们的餐厅里面为各位来献身，为各位来表演这样子。有这个机会，我们可以荣幸邀请到陈爸爸、陈妈妈，或者是爸爸、徐妈妈来我们餐厅来光临哈，对不对？欣赏一下美妙的乐音这样子，谢谢。这是不倒立的奥萨克哦，发音如果不标准的话。请多多的包涵哈。
讲日文吗？讲，对，阿里嘎多，阿里嘎多。我觉得你唱得太好了，你再唱一首好不好？再唱一首。我觉得你有一首歌我很喜欢，是那个趁着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第一个阶段才能安排一些比较抒情的歌曲，是恐怕下个阶段安排不到。我们来唱那个《红昏的够用》好不好？好，好不好？《红昏的够用》非常非常的好听，尤其是琴音小妹妹。唱更好听，小妹妹。其实我年纪小小，年纪小小唱的那么好听是要干什么啦？这样子哦，好，还未成年，临时点歌，所以我们要请我们的季华郎老师先稍微找一下谱，没有关系。不过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贝卡，其实我很喜欢，不用再介绍我了，我很喜欢贝卡的歌路，真的，我不骗你，真的很害羞哎，被你介绍。我们有参与到那个高雄市的港都艺术表演发展协会，在各个高雄的一个。各个乡镇、各个庙里面，我们去唱歌给我们的老人家听，我们的大哥大姐听，都受到非常非常的一个欢迎。谢谢。那么我们季老师他也是带领我们的高雄市港都艺术表演发展协会的一个 leader， 一个领队。那贝卡呢，在里面也是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谢谢。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难能可贵的。谢谢你，请尊重。我就在唱歌给大家听，我一直被你夸奖，我都不知道。没有，真的，我去哪里了？我们好的事情，我们就是得说出来。哦，对，谢谢，我觉得这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谢谢你。好的，喝我一下好不好？可以，没问题的，没问题的。真的，好好。Yeah.